奇怪，这里什么野菜都没有，为何咱们每日都有丰盛的菜肴？村子到底为何要迁到此处？喂！对了，你这阵子都没有好好吃饭，我们再到前头找找吧。跟我回去，只差你了。怎么回事？不！ 放我走，别抓我！跟我回去。走开！谁要跟你回去？青梅，茂叔，你们究竟在干嘛？茂叔，青梅，我去找茂叔。 走开，放过我！茂叔，是我。司空宇，你没死啊？死？没事，前日我就已经平安回村了。回村？ 那你怎么没事？明明大家都死了呀！茂叔，你在说什么？村人明明都好好的，难不成你是被那些恶人吓傻了？不对，我记得青梅跟我说过，在我回来的前一日，你才出村。这些话，他什么时候跟我说的？ 总之，茂叔，跟我回去，我请族长医治你。不要，我不要回去。
来了，是青梅来了，是青梅又来了呀！什么青梅？现在可不是产梅季节。凤玉，沐月，司空兄弟，别来无恙。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护卫回报，阿巧并没有返回子国，且和你一同消失在这桃花林中。商王子之妻可不能有什么差池，所以我亲自率护卫前来寻他。这位小哥，救我！求求你，带我离开这儿。司空兄弟，这位大叔发生了什么事？他是我族里负责探查情报的村人，大概是之前村子遇难时被那群恶人吓傻了。司空女，他意识很清楚。什么？阿宇，我没傻，我记得很清楚。咱们永兴村搬到这儿没多久，就被那个可恨的斋户毁了。是我的错。青梅本来铺下陷阱，因为我一直受害，气得把他们全破坏掉，才让斋户那群人有机可乘。永兴村毁了？你在说什么？而且翟虎，青梅说是不识德的部族。怎会不识德？他少成灰我都认得，真的。翟虎率人来时，我跟青梅正好在外头，除了咱们，其他村人都死了。但青梅不知怎么做的，竟把村人都变了回来。明明我们一起看到村人的尸体呀，还帮忙埋了。阿宇，你阿娘也是我亲手埋的。后来我逃了出来，却怎么都逃不出这林子。青梅还一直要来抓我回去，我快疯了，谁要回去啊？不会的，怎么会？我昨夜还跟阿娘、青梅他们一起吃饭。司空宇，此处给人的感觉有种说不上来的诡异，他说的可能是真的。你都来此越狱了，难道都没感到什么异样吗？越狱？我回来也才三日而已。据护卫报告，阿巧和你消失在这里头已超过一个月。一个月？我求你们，求你们快告诉我怎么离开这儿。那儿。多谢小哥，多谢。阿巧呢？子巧还在村里。茂叔一定是吓疯了，我的族人明明都活得好好的。我带你们回村子，你们就会明白了。不去看看，无法得知事情真相。走吧。
家呢？刚刚大家都还在的呀。司空兄弟，阿巧呢？在我家。快带路。阿娘，青梅，子乔，为什么没人在？司空兄弟，阿巧人呢？你不是说他在这儿？我，为何你要把阿巧带到这儿？他要是回去子国，现在就不会。把林子翻了，也要把王子妃找出来。是。司空宇，要是阿巧出了什么事，我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其他不足了，族长便是因为这林子隐秘才会带我们迁过来的呀。那可不巧了，就在雨哥哥回来的前一日，茂叔才出村呢。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时候？阿奇说你很难受，这术法能使你静下心。对，我不能乱，才能把大家都找回来。一直都在的族人，怎么可能一时之间全都不见了？这当中一定有什么问题。青梅说，村子刚搬到这里的时候就被恶人盯上，可是青梅也说那些人都死了。不，寨户那家伙就犹如打不死的老鼠般，青梅一定是怕我找上寨户，又出事被逐出村子，所以才说谎瞒骗我。是寨户，一定是他在我外出的时候侵入村子，把子乔、青梅、我阿娘还有族人们全都捉走。但如果茂叔说的是真的呢？那翟虎他捉一群死人做什么？我族人还活着，眼见为凭，找到他们就知道了。阿奇，我知道你不舒服，但事态紧急，你能不能闻闻看到底翟虎把他们带去哪儿了？辛苦你了，谢谢。司空兄弟，最好真能找回阿巧，否则即使你是我好兄弟，我也不会轻饶。阿巧既是我带回村子的，我不会让她出事，绝不。翟虎一再欺我族人，我要让他付出代价。走，
不安的感觉是什么？
凌云阵。司空兄弟，翟虎等人真在此处。喂！阿奇，是那里？喂喂喂喂！这气息是上古妖灵，他们怎么会？此处诡异，大家小心。
凌云阵。